咋劲儿似的？我你妈难的事情。结果十一点钟了，突然有个救助，海上出发。那是那是几年吗？年。我昨天晚上还做梦了，昨天晚上做梦，老杨还问我说几年了，我说几年在这呢。啊，真的好像，而且他们也是在这个区。是。之前有没有看到过他？之前没看到。也是个一树一左右。嗯，十点过。对，然后看到就狗丢，然后就前两天刷到你们的视频了，然后他也找到那个狗。看到那时候他就跳。哎，你看抽的好凶啊！会不会这三只都是一窝的？就在这附近的嘛。对，就是，我记得看那个路特别熟悉，这个几百米，会不会就是一窝的？应该是，绝对是一窝的。嗯，他们的就五百米。绝对，西瓜，我敢打包票，90%都是一窝的。嗯，长得一模一样。看看是公的，而且还都是犬瘟。那两只是母的，这只是公的，母的，公的，这只是公的。这都是缘分呢。跟那两只可像了。应该是他们是有我那个眼两个眼中，对，他至少还能走这个的杠，啊，另外没有吗？只有一条杠，意思就是已经好了。对，他应该是后遗症了，现在就是后遗症，只有一条杠。要多等一会儿不？多等一会儿，放在这里。身上的十元还是有。领养吗？因为我以后搬出来可以领养。你们西安有30多家救助站，随便你去哪。就是西安，你打了是打了几家，然后都不来。哦，然后人家要么说不接，要么就害怕有传染病，要么就那个说没有收益。重新取个名字嘛，地瓜曲吗？还是哪个嘛？他叫锦绣吧，也可以啊，干锦绣，锦绣连环，那就叫锦绣。他们应该是三个一窝。得了犬瘟就把他们一窝全部扔出来了。妈逼，总还不是那个人了呢，总西，三打三个牙全部出来完了，妈总西，你咋劲儿似的？难的事情，劲儿似的像。送你一个东西，救助啊啥子都可以在上面找我们。好的，谢哥，你们就好买。谢谢你这么晚了，没事没事。